3:29。我的有红点吗？有。那我的嘞？时间有在动吗？有。好，那风景漂亮，来多看一下。好。啊、哦，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又长，又手指又长到了。可以，甚至也可以拍广角。我拍广角，我就是拍广角的时候，对，广角才会手指挡到。对啊，我就是拍广角的手指挡到、嗯，常常广角下面有个物体，就是我的手指。嗯嗯嗯。还要拍吗？还要拍吗？好、啊。你觉得我们俩如果这样自拍回来，有可能？你真的要小心你的手套。我有拿好。你说、啊、是因为啊，我自己拍没办法太那个。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是啊，好了，再会小一点啊，这样，报案。啊，你要等我一下下，没关系。对啊，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自己按。三秒的吗？没有色哎、欸。嗯？我们都不会用了。那有个东西要滑下来啊，滑不下来。啊，对。好。又按到了。好，等一下，挤过来一点。好了，你再按。老师，结束。拍了。你等一下手稍微举高一点。等一下，等这个阵头过。我露出大大的鼻子。好了，你都静音了。嗯，没有啊，哔，它有哔哦。有哔。哦，它是自前镜头没？前镜头那种声音的。好漂亮啊，我很想拍哎、欸，哇塞，好漂亮。小心啊！很想拍。哎呦喂呀，拍到脚算了，一倍就好。一倍又觉得太大了，靠腰。糟糕，他现在是那个三秒模式拍，来，哎、欸，按不掉，好了，按不掉，哎，好烦哦，按死，好灵巧哦，都拍到你的雪板，很漂亮蓝天呢，难得哎。啊！好晕，好晕，好晕，好晕的，好晕的，收起来，收起来。哦，手冻僵，手冻僵。这里比较小脚印，你知道为什么？好多、啊。他住哪里呀、啊？真不够。这岔路在哪？好像还得往上爬，还是怎样？那怎么回去呢？哇、啊、天好漂亮哦，这里也不错，也很漂亮啊，往上爬啊，真的假的？真的，那要脱脱鞋子，先冲一下再往上爬，冲冲没救了啦，赶快过来，不然挡到人。你要脱鞋还是脱啊？太陡了吼！哎呦喂，我脱不掉，脱不掉。哎、欸，上面啊，上面另外一条路啊。你不走这条了？哎、欸，是这条。是啊。就走这条路了。哦。我还以为要往上爬，吓死。他还叫我往上爬。原来他是要回这个，那这样就好了。好漂亮哦。有 GoPro 拍下来，好漂亮！好，那就回家的路了。好，你跑很远啊！你从哪里走错路啊？
你是说刚刚有个地方有个岔路，它往左边、啊？对啊，那条绿线，我说那条不要过去。在前面，好，加速加速。一撒路一段，这人努力的滑滑，很丑的滑滑滑的，切，气死了！刚刚那边是很漂亮，真的、哦。啊，一只赖。就刚接上来，就这条下就接到那个岔路了。嗯。可是他太陡，我不想爬。嗯。我真的都记不住，那边很漂亮。啊，不然这边钻进小森林，再钻出来就好了。我可以坐小森林的缆车啊。你现在在犹豫什么？啊？你现在要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从这里也可以接近小森林啊。对啊。啊？我想要在前面拍一张照，哎，有蓝天的。这里亮晶晶。啊，昨天这里关呐、啊，对不对？是不是？昨天是前面关，前面那条路关。我们没滑过这一条。它是黑的、哦。这边，没有我他要联络到就那边。没有他斜的啊，哎，斜的是哪边啊？哦，我不是要拍照吗？你为什么跑掉啊？哎，你讲的节目就是反射。对，我刚刚就说我要拍照啊。哎呀，很紧张。
转啦，转过来，转过来。一二三，一二三。好，我到你前面，就是要拍有蓝天跟这个白白的树。哦，那我要帮你拍。好啊，好，一起啊，过来呀、啊！看不到帽啊？怎么会看不到？你只有一个头啊！我就是只要头啊，我前面都背包用不着拍。嗯、很漂亮哎、欸！哎呀，照着我们要避开啊！没有，有人啊，有人很好啊。你就面对我啊！你面对我啊！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好了，换我。预备 ，Go。那我要这样。再来一张。我要换手，来不及换手。再来一张。哦，好冷哦！哇，好漂亮哦！哇，好热哦！很热、啊。因为我走的是树林的，这树林啊，就是林间道，就是扭，一直转，一直扭，一直转。但是还蛮爽。你可以拍一下你的广角啊。嗯。我怎么觉得没有看到什么人在雪道上？有一些小点点，对啊，你说对面吗？啊、上面有一二三个小屋子嘛，都是缆车站。嗯，我们坐的是左边那一个缆车站。嗯，右边的话是另外一个拱多拉。然后我们从最左边的那个屋子一路，那是我们的吸管吗？现在看到的下面这个不是，那应该不是吸管吧？是哎、欸，是哎、欸，因为你看下面有两个分叉。嗯。岔左是吸管，岔右是南管。哦，是啊。对啊。我哨子，哨子才是高的嘛，对不对？什么高的？高的，山的。哎、欸，那我也要拍张这边啊，因为昨天都是黑的啊。好啊，好啊。昨天白的。哦，对啦，就天是黑的。来来来。又白。等一下，你要不要也站起来哈、啊？好。你要人像还是什么还是什么都好，只拍照、哦这个、超棒的，我要拍照，拍照。铁板直接把它翻过来，倒过来。你说会滑走吗？这里不行，我们有那个自动固定的那个。你说白黑色那两个？对啊，那个就是防滑装置。那不要拍到我的那个。那你后退一点。好了，好了。好了，横拍，好了，我要，我要，好了，来先合照，再来独照，来，快点，好，等一下哦，我再切广角，还好有带这个，不然我眼睛要瞎了。你没差，你不要看镜头啊。不是啊，我是说太阳。我们两个还要这边，这边后面是这个，你帮我们拍。哦，这个我切人像。哦，人像那么大，一倍人像。一倍人像放得下两个人吗？可以啊。放得下，两个人。我现在才听到声音，声音好。哎呀，帮他拍独照。哦，好啊。又脱外套，那我再来几张。我觉得之后又懒得拍了，因为天气那么好，之后灰灰的又不想拍了。我们之后还有一天可能会有天气好。好了好了，干嘛干嘛好了？很丑吗？没有啊，没有。我看啊。
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你要不要？你自己要不要？你也去啊！好，包包给我，包包给我。我放后面好。来一张，再一张。这样。旁边很多人。等会啊。好。怎么样？人像吗？随便你。人像拍不下什么哎、欸。随便你啊，我放空了。好，一二三。什么人像啊、广角啊什么的，全部都随便搞一搞。哦，拍照。云海的吗？哦哦，等我一下啊。好吗？好。好，全身一下。你就切广角就好，不用退了。好，啊、好，摸你也晃过来这边。对啊，这很漂亮哎。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好，直的好了。一二三，一二三，摸你过来，我怕我害云海啊。来啊！还不完。不要拍太远，我要切广角。你帮我拍好了。再等一下下，等会更少。哦，好啊，好看吗？你先看一看我拍的，觉得怎样？大头狗哎、欸，大头狗不错吧？好好，嗯、欸。我要跳。怎么了？啊，你说怎样？怎样？也没怎样、啊。你说怎样？没有，因为人还在。好，这边、哦、这边这边，小弟弟，一点人都没有。大头狗，大头狗要立正。好，你上面会反射我。你要几进啊？啊你还要不要？都可以。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帮他拍一下云海。云海，你没有，快点。包包拿下来，这干嘛啦？都脚踩下来，包包给我。没关系啊。你这肩膀就提几瓶了、啊，好。到外边了。好。好。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都好了。好啊，就这样啊。好，你要走，我要跳一走，我跳一走，我要再来跳。我这边跳。哪边？哪边？你可以广角吗？好，我跳起来好，很高。好。你要喊哦。一二三。好。有吗？应该有吧。哎，不对，是脚离地，但是没有弯起来。你要提早按还是怎样？应该要延后按吧。一二三，这样子。有啊。怎么都没有，怎么都没有办法是弯起来的时候啊？因为他没办法那么准，你要提早按。我要提早按、哦。然后你拍慢动，你拍慢动还是什么？原矿的那个。好，一二三，这样有吗？没有哎、欸，他拍的是你收手。有啦，那个这样。他住很久，他可以拍很多个。啊？好。插着你的雪具哈，算有人就算了。哎呦，我又拍出不要那个 live， 哎，还是挺安的，我前面一点好了。好，嗯，好了，现在两点，这样子，一直来玩一玩就好了。嗯，也要弄好。怎么滑都可以。嗯、我要拿
真的、哦。晒太阳。啊，你说他怎样？晒太阳。晒太阳啊。你也要绿岛？对啊。不是，我现在想，它有三个方向哎，莫。正前方，因为那里还有个缆车。对啊，这缆车下去那条路线。所以就是走缆车那条路线。所以是下面，不是上面吧？它有三个方向，不是一二三吗？右边那个是回市小屋的。对啊，所以要下面嘛。去那边是不是？但是那些人站在那里有点讨厌，我觉得我过不去。过得去啊。哦。但是我想要快速的冲过去。好羡慕啊！还在我前面大开开。等一下，走了。
里昨天就这里这里哦就这里在上面那边卡了半小时然后下来这边也是哎呦我好在这里摔倒了就在这里整理啊我就在前面等你等很久啊对啊去呀、啊！的机会就是那里。我这里前砖都破了耶，我发现你有没有？你新的哎？你抓地啊你？你上次抓地抓太多了。
哎、欸，这次比较没有那样回旋了吧？没有，这次我们根本没办法冲那么快，又松雪又这样，我们是陷进去，我们不是冲太快，你冲太快塞车才会回旋啊。算。看今天要吃你们楼下的中国料理，还是吃那个拉面都可以。我们对面那间有拉面。坐错缆车吗？没有，我在看别人的滑行动作。讲真的，速照片都没学。融光了。对啊。哎、欸，那我们现在去拍，是不是就拍不到什么吗？我担心。那好像没什么好拍的、欸。是哦。不知道。你的话，彩虹诶。啊？哦，我看到了。你的话，你还要顾你回来的时间。对啊，现在三点吗？还是你就这里就滑回去来着？你要回去还有点。你要早休息啊。看你，我们的话，因为都在烧耳山，我们就不怕那个时间了。彩虹诶。你的话回来的两分钟。雪今天什么都没了。有啊，山东山。要拍吗？一片白。拍风景。要拍冷吗？不要。都可以啊。拍个风景吧。我进前面一点。
哼。我们现在好像也不都不是那个吗？猴子不在那啊。左边，哎、欸，你看到那一栋？吸管啊。对啊。老师，走吧。又没人。为什么没来？觉得我要死掉了，啊、我觉得很快。对啊，心要心要那 speed， 但是没有一头低六的话，我有努力没有刹车，我要一直喊。也是走坐这里，我们没差。狮子关了，狮子关了。狮子有坐晚上下午的，有那个。看刚拍就是那一片。
就是太阳晒得太强。真的、哦？你看没白没白白啦。人类踩的重量太重，脚有点大、欸，而且不会这么顺啊。人类是两只脚啊，怎么会是？你要踩在一条线上，对啊，动物才有办法踩在一条线上。就不知道是谁，应该是猴子吧？猴子脚一定大吧？这脚很大。哎呦，都看不，但好多好多、哦。等一下，我们搞不好我们真的会看到猴子。现在认真要看。对、欸，因为今天脚印多啊，风雪没了，他们就要出来找食物了。哎、欸，你昨天澡堂有没有买一堆？有。我的澡堂也有，我在想说猴子会不会来看。欸、猴子，你在想猴子住哪里呀、啊？你刚才说猴，全部的猴子住哪里？对啊，猴子住什么地方？它也没有搭鸟巢那种东西啊。他们应该也要知道有山洞吧？嗯，都没有看到过。现在边的树都没有，太阳下来出来。山上看起来还好，很上面很上面那个，越往上，你这个角度开始才稍微照到阳光啊。嗯，照一下，好冷哦。嗯，这里有暖暖包吗？对哈、哦，你今天就背着哎。对吗？你要暖暖包吗？啊？你要暖暖包啊？好啊。我等一下给你三个。好啊。你明天再用啊？你有带哦、喔，当然明天再用。有啊、我今天有，我忘了，我忘了，我带在身上。好哦。然后一下缆车就给你。他有带、啊，我要跟他说，你不赶快给你背三个，不是很重吗？我就没感觉啊。对啊，我也觉得，我也没带。脚印，脚印，脚印，有，他有带，他忘记给了。脚印，脚印，脚印。这个。结束了，还有。还有。这是朝下还是朝上呢？好啊，这趟滑完我要回去。那你直接滑？对啊，滑右边，往右边走。那我们两个去山顶这样。山顶还是你也要去山顶？好啊，很好 Q， 好啊，走一走一走。应该要更多了。你觉得是四只脚的吗？看不出来，脚真的很大。走路都有个规则，它是手掌型的那种脚。进到这树里没了。进到这树里了没了。就要有树叶的地方才行。好，这里也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快点，走走走。这样过就没了。哦，为什么好冷？我热，好冷。等一下，你们出发再跟我讲啊，要去吃什么中华料理啊？就你们饭店的啊。反正你就在饭店里等就好了。我闻到了再叫你就好了。那应该没有生意好到。你要几点到？大概？不知道。你们昨天要车吗？有哎、欸，有哎、欸，那是晚上那边。不，跟昨天一样的车吗？不知道、啊。你六点吃饭可以吗？还是你很饿？啊？六点吃饭。因为有更早的车啊。没有。好，拜拜。哦。
馆，南馆。Thank you.
屁股在雷地很近吗？啊，这边哦，这边啊。就一直往沿最右边滑，因为你已经回去两次了。就我今天滑这个，就忘记。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对不对？对啊。哦，反正就沿右边。一直最右边，最右边，最右边切回去。OK。然后你就会咚咚咚跑回去洗澡了。对。不然呢？你每天都洗头吗？啊？你每天都洗头啊？对。啊。你每天都遇到已经连续两天那个对母女。啊，今天他妈妈跟我打招呼吃早餐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嗯，所以他觉得，哦，对哦，月子记得人家裸体的样子。北七。有这种事。裸妆，没有化妆的意思。嗯。我今天早上有偷拍他们两个，有穿衣服的样子。你说是外国人啊？就日本人啊。啊，妹妹的皮肤好，真的超好的，妹妹皮肤。那妈妈就是多斑啊什么的，啊是啊。但是她五官她像她妈，然后就是皮肤什么像她爸，就很白。嗯。然后皮肤很好，因为她爸就是白白的。到底这个板子跟第一天的板子哪个比较好滑？这个可能是长度比较适合我一点。真的、哦。嗯。好，我又记住了144啊，144太长，因为上次看到是144，147太长，差着，我又觉得很神奇，差着，哦，好痛，你怎么了？好痛，打到自己，敲自己，我打到自己，好痛，哇，好痛死了，我看到我就觉得很痛，好痛，对啊，啊，好痛，要哭了，所以我等下不用坐任何缆车，我就直接右先右先右先。对对对，太棒了！我不想坐任何缆车了。你就可以休息，你讲休息。对，我就这样冲下去，然后就切到那个小的 lift 上去，然后过桥，然后我还是接另外一缆车，然后滑。好像你我要滑黑线还是滑 family 过去？滑红。好像你不要走黑的，我不要走黑的。太累，你现在太累了。我刚刚一直在看那个，就是你们不是在等我吗？你们不是有一段冲下来的时候，过坐那个 lift 上去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我比较慢吗？我就在拍那两道，就我昨天卡住的那个。哦，因为它就是一个黑，两个都黑线，然后那个黑线就 ，Oh my god， 噩梦噩梦。但今天是不是开了？今天是真的開。今天它还是有风，但是那个看起来还好。不知道，但那种东西都要进去才知道。可能有太阳，它就比较沉啊，雪比较沉，然后你上面松的也没几，比较少啊。嗯。因为昨天是没有太阳嘛。超 fluffy。你有印象你自己从烧耳山滑回去可以？我们从这里烧耳山滑回去可以不用经过任何缆车吗？我没有印象啊。我上次坐的时候是有缆车的，那你还是我忘了。好，因为地图上有个地方是看不出来的。猫到，哎、欸，要到了跟我说。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它都会写说一只赖往哪走。对啊，你如果都是这边的话，我好像第一天，我好像是滑到这边来，然后坐到这个来，然后再收这个上去，然后再这样，哎、欸。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理论上只有这条线可以一直切。对啊，但我怎么回去的、啊？我忘了。只有这样子一路往右回去啊。对，我没有滑过一次带那个最大条那个哈。那个上半部就是黑的、啊。是、喔。我们没有滑过上半部，我们有滑过下面接回去。那这个到底什么线啊？红的。就是最右边的、啊。最右边是什么线？红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滑最右边。然后我们在一个岔路，我们就自己往左切。我们自己没滑过这边，白滑哦。哦，我就找白滑。哦，对对对对对，白滑。白滑我们没有滑过。对啊，我们可以最后一天拿去滑。view 很好哎、欸，还好
那个很难吗？那看起来没有很斜啊。你说小森林哦？不是不是，那个一只按上半部我们就滑过了，一只按上半部很难哦。就是那边，就是我卡的，你看那个很大的一条下来，最主干线有没有？对，它旁边斜的那一条、啊，就是我们在那边等你嘛、就是。对，你就在那个下来，它弯下来那边等我，然后再下来。对，但是我说主干线的上半段很难吗？它都 mongols 哦，凹凸不平，就是有压没压的差别了。它没有压，那就是一颗一颗超大颗，比下去就干什么东西超大颗。那个你哪会怕、啊？马自贝不整个都是 mongols。就是不好滑、啊，你要花很多力气在刹车，对，就是你要去 K， 然后就摔了之后，你要再起来再 K， 因为我要切到我的饭店里面去啊，我旅馆里面去，还没啦。小森林，小森林就是右边右下半边，你就看到中间一堆小树嘛，嗯，有没有看到那一块正方形里面？所以左边一只在 Family， 中间 Townley 之森。右边高天远、嗯、哦，我其实觉得昨天回来花好像很多时间呢、欸，好累。昨天雪很大，我觉得是因为雪很大，昨天好累哦、喔，昨天回来的路好累，就觉得快要死掉了。然后就昨天这个缆车旁边是不是？然后我说要爬坡爬上去我们饭店，其实就在眼前，但是我说不要爬坡，宁愿坐缆车，好累，滑下来，我也不要爬坡，爬坡太累了。想什么天气呢？这样子你又说冬天又壞掉，我觉得现在预报可能又改过了，明天也有少许太阳露出来，所以明天还是很爽。那明天就是露出来少，云比较多、嗯。反正我们无论如何就是明天基本上山，对不对？对。那到时候是巴士，所以跟今天早上一样，就是八点一模一样的行程。对。好。然后下来就去那边跟熊之汤的人挤。熊之汤很挤。没有啊，我是说跟那堆已经在等的人挤在他们后面。其实他都是加班车啊。对啊，其实都没差，还是我们就故意不上车，就坐第一台。你哪有门道啊？还好你挤不上去才会加，对吧？我不知道。对呀、啊。哦 ，Christmas tree 又来了。嗯，还没化光，还不错。也有太阳，蓝天。今天的太阳比我们第一天拍的强。对啊，是蓝天啊。第一天就雾蒙蒙。很好，都还没化掉。而且现在温度应该是负一。也不会化吗？然后叫晚上了就不会化了，是吗？对啊，你要零度以上它才要化。它化了之后，再温度又负一负二，它才要变冰。那如果没有零度以上，就还可以。例如说，你看这些雪，你记不记得白马太阳照着的时候，那个雪会反光？我说有亮晶晶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反光。哦。但现在你没有看到它亮晶晶。就这个漂亮漂亮。这而且你滑下来都没有那种嚓嚓的声音啊。都很舒服啊！要是被刮，先走，一定是我先去啊！我跟他讲话，不可以，你下比较快、啊，你先下、啊，我在这里面。你是要滑行的是不是？不是啊，他有一个拉链，拉右边那个没有拉到底，右口袋。什么东西？我吗？对，右边侧边口袋没有拉到最高，没有拉东西啊。自己绊倒自己啊！自己绊倒自己啊！被我抓到了！
去那个地方再拍吗？啊？往下滑一点点。不要了，这里先。这里先拍相啊。这里看不到下面。那我先下去啊。啊，你不拍啊？在下面那个地方拍啊。我停在一个地方拍照。快要跑不见了，现在有个特别的颜色，不觉得漂亮？我们各自拍不一样的照片。我要，我要，你先走开啦！我要，我要，我要，走开！好了好了，我要拍黄斑。要不要还一下呢？你不是要跟2000拍吗？啊，算了，这边就好了。2000那太小孩子了。哎、欸，不好像是那只动物哎、欸。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换我。就那样，就那样。你就在上面就好，你不要在那个字那里。好，一二三，一二三，好，按我，要拍到树的顶哦，你看一下。因为人现在比较开。哎呀！哎呀！云雾很漂亮。好好好，那这里的话，全
景啊什么的，刚才都没人，我也拍够了。哦，好，很你要拍这里吗？好，那下车，下车。哈哈哈哈哈！喂，拍这里。哪里的？啊？聊在那哦。可以吗？可以啊。好，一二三，我人有点小，放大，哦、放大又太那个了。耶！没有帮你拍 live 呢。没了。好，换。哦，我哦，那我要在哪里？随便你站，这四个方，每个方向都可以拍。人像好大，一倍人像。啊啊！你要脸了？我也要脸。换方向。不好拍的，我不知道，先拍拍。那这个走到这样这个方向，好，待会帮你拍。大头狗啊！我拍一辈子。多少米呢？好了，可以了。好，好我帮你，不要给我摸掉。好，这样吗？好。一二三，好看远方。对呀，然后两倍，我帮你开大一点，我看一下。一二三，还是一个好。好，你下来这边啦、啊，你到这我的这里来，横着横着横着。太远了，太远了。啊！不要再下去了，拍不到。我不管了，就这么小了，没办法了。好，下面还有第二个拍照的。好，莫，你没有拍，我帮你。我不用，我不用。要。等一下有第二个拍照的，没关系，赶快去那个。你快点啦！我知道，我来，随随便便。快点，好。就这样子的就好了。什么这样子？就这样子就好了。啊、哦、好，把它挡掉。一二三。一二三，三横的，二三，好，好，赶快去第二个方向。为什么？怎么了？你觉得太阳要没还是什么？下面还有一个也不错的、啊，能拍就拍了。我还没环景呢、欸，你们先下去再见。我还没全景呢、欸。现在人那么多，我刚刚是没人的，才不管的啦。那你不要挡我，等会下，你先下去哦。你先等我一下，我会停在下一个点，你看到我就可以停了。
什么意思？随便拍一拍就好。云海。哦，云海很漂亮，云海很漂亮啊。那下来吗？还是拍一拍就好了？你不要动，我帮你拍。哦，好。一二三，直的好了。一二三，好，待会我们一二三。我再过来一点。小心啊！看我。一二三，好，我也要。我要下。不用下来。嗯，来，二小，哦，好冷，大头，啊，大头，没有，没事，停原地就好。云海哦，下面，要不要我往前一点？不用，完全不用。真的吗？直的，我要直的。我要直的。你歪的。我可以把一张拿掉吗？不行哎，不太行。皱眉了，你的头绿绿的，你的头是绿色的，你绿色外星人。快下了，好。我习惯性把它按掉了。好了。你不要跑。是被练的，那我拍，先直的。啊，站起来啊！不用，等会我先拍。好。我可以站的吗？可以。那你拍不到云海耶，你要。只有点大逆光哎，不太好拍。好，我看很直的，一二三，好。再站一张，我赚钱。好。预备，七。等会没？啊，一二三。要蹲不蹲的？好。彩虹哎、欸！用看的，一大圈。啊，有吗？左边有，右边也有啊。右边哪有？哦，这个圈呢、啊？拍得起来吗？四轮，好不好？拍得起来吗？我不知道拍得起来拍不起来，我刚有拍。哇，一大
圈哦，为什么只看得到？哦，其实上面有，只是看不太到。都有啊，就是一圈的没。嗯，一整圈啊。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拍到上面呢、欸。眼睛都快看不到了。你要不要拍这边？我有拍啊，人不要了。好。已经看到这个，不错了。你可以帮我拍一个我的侧面，然后对着这边吗？背景这边吗？就黑的就对了。哦，你要剪影的、哦。嘿，那我先下去了。好，拜拜。你要回去了吗？一路靠右啊。一路靠右。哎，你不是说我拍啊？慢慢啊。不是。到了，跟我们讲一声。我是用爬的嘛。我拍你背后这样好了。好啊。要不要？好啊。你等我拿相机啊。我要黑黑的就好。我再去动。先拍完回去再起来曝光就好了。侧面都可以啊，那侧面，背后，背后好像比较好。我看拍成什么样。哎、欸，他好像拍得很厉害。你要剪影的话，我再调暗就变剪影了。没关系，这样就不错啦。我觉得这样好像很猛哎、欸。你要不要？我不用了啦。真的哦、喔？对啊。真的吗？难得这么漂亮，我帮你拍，用你的。你去我的位置。那我还要往上爬一点。不用哦，是哦、喔，我再换角度就好了，不是吗？那你要往下滑一点点，因为你往下滑，把我人摆到右边的空位。嗯哼。那你前面一点，你前面一点。你还太大了。没办法，后退的。好了好了，好，一二三，一二三，你要侧面的吗？对啊。啊？好。好。那你看看我这样拍行不行？不行，重来。你刚觉得好，你应该就是照着拍的。那我收好了。不是啊，你还是看一下啦。关系啦，我们还有很多天呢。哎呦，说好天气就很……我没有关哦，我没有关，很难讲啊，你看一下嘛。很好啊，就这样走了。我们也休息了吗？啊，我们就滑回溪馆就收工了，就休息了嘛。对啊，我们没有要走别的路线。好，那你再帮我拍一下，用你的相机。这边。这边。哦。看看你的相机会不一样吗？哦，好啊。会吗？好啊。哦，这样就好了。好了吗？好了，可以了。对啊，我想问，是我以为拍个两张就好了。好了，好了，就轻轻松松的滑回去吧。好，一路上都没有下来的地方。好。彩虹好明显啊！好了。要不要再拍张你啊？
你可以帮我录一下，看一下我的姿势吗？不是，我们没有要走那。对啊，我们走左边。哦。啊，你要走我前面吗？对啊，好，我走你前面嘛，那我就会走下去了。你不是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录？哦，好啊。但我可能跟不到你。啊、我可能跟不到你。你要先站着吗？我要下去啊。我要下去站着呀。也不用，那也不用，因为我不是有车。就是要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呀、啊，用手机帮你录吗？走啦！你不是不要了？你要吗？不要。那就下来啊！
你为什么不想给我录？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想给我录？一来他就慢慢在那里，然后二来我觉得我也有点累。啊，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的姿势有什么问题啊。对，我有滑，但是我累了，我又不想。老师就这样。那我就想看，你都没有帮我录，我想看我姿势是不是很丑啊？对，你要在这里，然后我在下面录是吗？我这里很不陡哎、欸。那就走啦。那你先下去，你帮我录。好、啊。我不知道你在闹别扭什么哎、欸。你今天怎么了？哎呦！相机啊，很难看吗？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在录，没有在认真看。你都不帮我看，我累了，我累了。还要加速呢？还要加速？为什么要加速？啊？加速冲到前面啊！回去吧。你在这里啊？休息啊！
那你为什么累不把圈做大？转弯次数少不会比较不累吗？转弯次数少不会比较不累吗？是累啊。转弯次数少呢、欸？转弯次数少比较不累。但你都把弯做很小啊。我不是在练习那个东西啊，所以我很累啊。哦。但是这里我不会害怕，我要趁机练一些东西啊。哦。我就想问你，不是就累了，那你还弄那么脚？就今天最后一波啦。那又不要我帮你拍。还是不要好了吧。因为我应该会跑掉，就自己练习一下。刷的是又不见了。
太饱饱吗？Excuse me. Okay. 然后先把门关着吧。最近的话，今这个以后少烧点吗？可以啊。关了吗？还没有。